早安，今天吉林下大雨哦，我的鸡蛋加了椰油，这样吃是很好吃，而且很健康的，那么椰油。下雨天的早晨，昨晚下雨下到现在哦。舒服哦，好舒服，凉凉的天气，好像在云顶一样。天天早上两粒水煮蛋，再加椰油，这样吃，吃了一阵子肯定很健康的。我坚持鸡蛋的早餐，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，最少都有十多年。我的胆固醇还很好啊，没什么大问题啊。所以吃鸡蛋是对的，不用担心别人说蛋黄不能吃，不能吃太多蛋。其实我已经验证了，几个好朋友也是这样，跟着我一样吃鸡蛋，吃了都很好啊，胆固醇都没有升高。鸡蛋是最好的蛋白质来源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天天早上吃一点鸡蛋。鸡蛋吃完喽，雨还是下不停哦，越下越大。这样的下雨天要出去拍视频拍美食都非常麻烦啊，所以只好等啊，等雨停才来打算。很久没有坐比亚迪去吃早餐了，上油车。下雨天的吉林啊，大三角这栋楼后面有靠山的吗？这肯定是好风水。我们来到大三角喽，点星辰。这里就是甘崩巴路，大三角的甘崩巴路，前面就是英明点心。我又倒回来吃英明点心了，前几天才吃而已，今天带家人来吃，因为吃的好吃，带他们三个来吃，好吃就要大家分享。这里英明点心，因为那天来吃的好吃，所以今天就带我的家人来吃。哦，迟了哦，没有什么点心了。没有，差不多十一点了，所以没有什么点心了。还有，哇，这里还有粥。煮吧。啊。英明点心，因为那天吃的好吃，所以今天再凑大姐们来吃，来吃吃吃。来个鱼头。这是鱼头面，叉烧鱼头。
头。今天我女儿他们来吃了之后说，这里的点心麻麻的啦，其实是个人口味咯。今天我来吃也比那天感觉到今天比较没有这样好吃。那个皮比较硬啊，今天。今天吃到这个，它皮很硬哦，咬不断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它皮咬不断了、哦，没事。今天有点吃水准了、啊。今天我们吃多少钱？67块。这里的价钱非常公道，可是今天食物有一点点是水准。吃饱喽，回家。现在我们走18弯的路，要去布拉贝喝下午茶。现在我们经过蒙光，那今天要来蒙光跑步下去。这条就是加兰布拉贝，今天又要下雨喽。这里是布拉贝的巴萨，这里还有真椰浆饭哦。巴萨采饭中心，这里有咖啡，还有阿姨冰。我不要吃了，我喝咖啡不了。不见面。这里是做早上的生意的，现在差不多2点了，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好吃了。我是来这边喝咖啡而已。哎，我们没想到吃那西勒帽，惨喽！我去看喽，懒惰去了。那什么也不带哦。打包给老弟啊。三百要吗？这是九块。9块钱。九块，那第二个麻辣锅7块。OK。9块，潘大师的嘛，9块钱，你贵吗？打包一包给老弟。嗯，我这一口好吃哦，打饭很香哦。要讲一些哈，全部都好听。这两杯水6块。一个人吃一盘太多，两个人公司吃，不是省钱啊，不敢吃太多。不错嘞，吃了几口，这那什么好吃啊？这鸡肉还没有吃，吃了鸡肉啊？就是这一家，在布拉贝的巴萨。巴萨小饭中心里面，嗯，肉很好吃哎。这个榨菜饭我看到很多人吃嘞，应该是不错的。咖啡好喝哦，不错，就是在上咖啡。我们菜饭好像很美一样嘞。啊，菜饭很美。这个三杯很好料哦，那什么三杯，好料好吃，很香很香啊！那是什么？那个打包4、5包。还没吃到好吃哦，就去打包多一包给他的女儿吃，两个宝贝女儿。好吃就要打包多一包。啊，你又打包多一包哦，8块钱，这包6块半。总共打包了2包，好吃
的吗？这拿湿了吗？它的饭用蒸的，看它蒸的吗？真的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。来当福建面，走路走路很香哦，福建面。这里只要一过了三点，什么档口都没有卖的。现在已经两点半了，所以要来这里吃，这早上六点到三点，很多东西吃啊。这里，这里是南方，南方。这里进入大三角了，大三角回吉林。前面就是大三角的警察局，蓝色的，看到吗？天那么黑哟，没事，继续去运动跑步，下雨就回来咯，大不了。现在时间是六点，天那么黑，今天吉林下了一整天的雨哟，惨喽，天那么黑呀，肯定下雨的。这家马来店从一间小小的档口变成今天这么大间了。这样的天气可以去跑步吗？这么黑，没事啦，很近而已，又有车，下雨大不了上车而已。天那么黑哟，今天应该没有几个人跑步吧。也是有人跑步咯，下雨天坚持运动啊，是最好的保持身体健康的方式。哎，在玩水，好黑好黑哦，这天。这小妹妹每天都来跑步，几时来都看到她的。下了一整天的雨啊，路都被堵了，看看被水堵到完。幸好还可以走上面。到处都是水啊。下了一整天的雨，这个湖的水还是没有满，还是被那些绿绿的草淹盖了。平时这时间很多人了，今天因为要下大雨，所以没有什么人来跑步。跑到下雨咯，要回了，雨越来越大了，回家回家。雨来了，雨来了，也算你跑到四十分钟，不错了的。回家洗澡，回家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